姐。你刚是个飞，这样大只猩猩对不对？啊，嘣！嗯，小只的飞飞。啊，你刚是拜拜。嗯，嗯，这个，嗯，嘣！好了，你刚是拜拜。对呀，这猩猩是拜拜。嗯，拜拜。啊，蹦。对，蹦。因为太近了。嗯。有啊。还一直在看我的老上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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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可是我喜欢大猪的。我的大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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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他们是兄妹姐弟这样吗？你看，一直叫小弟。睡觉睡醒了，嗯。巨化星星，巨化星星。手背也太壮了。没有太阳。我这里比较没有太阳。没有太阳。太阳没有太阳啊！太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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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应该想去外面喂，所以他这边很多瓜子让他们吃一下。看到里面有一只很大，但是他在照顾他的小孩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他们拍啊。那你那个我有一个板。这边可以，他是让他们喂小孩。可以可以，让他们玩，睡觉。有有有，这里，他的小孩在那边。不要，那他的小孩，然后还有一个更小的。妹妹，你告诉我，小只的小只。你就只有一只小，没有，还有一只更小的。还是刚刚在飞在上面的，刚刚飞在上面，然后还有另外一只中的，在那边，中的在那里大便，它在大便，它在大便，没有，然后它的尾巴啊，
好喝水啊！哎，地震！地震！今天地震！地震！地震了！他们也知道，你看，地震了，他们。这一只是公的，这一只是银背道。地震了！地震了！对对。干嘛？你们刚刚看到地震？有没有感觉到整个都在摇晃？你看，地震了！哦，这只好大哦。这一只公的，这是银背道，银背道。嗯。被他知道哈、哦，知道知道，我迪亚哥很紧张哦，都感觉那么 ，Ricky 就赶快把，赶快把林哥抱起来，对，他赶快把他的小孩抱走，因为地震，他赶快保护他的小孩。他想他要怕他的小孩受到危险，现在还在地震吗？他没有。嗯。地震先看到伊瑞那个伊瑞把林哥抱起来，妈妈，你有没有吓到？嗯，哇，你有没有吓到？结果，第二个，他刚只有，金刚要用，快点抢！Oh, huh?